go go！ 欢迎我们现场做好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特别来宾，欢迎收看我们 Jack Show。厉害了，青春俱乐部有个又丢过来啊！好吧，青春的俱乐部，我们的很多老艺人啊，他们经过时代的洗练之后，他们有些是退居幕后，有些现在是在家里英年不待机啊。有时候看那个电视转播啊，是是是，感触蛮多的，晚景凄凉。对呀，来理事长啊，去慰问一下。对呀对呀，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，我们老先生老太太别窝在家里了，就是到外面的好出来行行，透早出来运动，下昼开讲，暗时跋筊，安尼外好咧。真正命啦，拍麻将跟拍，咱两个老大人烧酒。对啊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啊，上面啊，哦，不，但是这当中啊，这位艺人朋友现在其实他年纪说大也不很大，不很大，他就是一个楷模了，楷模，到现在还继续在演出当中，而且他的戏是一档接一档啊，几位瓦良，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，甘德门先生，哎呦，前霸，前霸。对，你的精神呢已经感动了我们，我们知道是面对未来应该是怎么样来做。谢谢。两年多以前这个开了一段计程车，有一天开得很累，有一天开得很累回家，大概快一点钟了，电话响，很气，怎么这么没有规矩，这个人一点钟还打电话。两年，喂，钱爸是吧？哪位？我吴宗宪啊，对不起啊，宪哥，还没来，这个兔子，哎，宪哥，哎呦，我又感觉不对，我怎么样？宗宪兄也不对，我吴先生不要这样嘛。我听说你在开计程车，我说对，是啊，你明天早上有时间吗？我说怎么样？你要到桃园机场是吧？不是的，你是不是早上11点多钟到我公司来一下？哎，我现在是宗宪家族的。哎呦，把我签下！没有，掌声！哎呦呦，卖那个啊！我钱爸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镇家之宝。对呀，家有如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对呀，所以我们讲的压力更大，我们就是要把安排到更好。家有一好，对不对？我快要跌倒。什么叫家有一好啊？厉害，对不对？厉害，碎利哦！哇，你我们一起给我们这个钱爸加油，对不对？他确实他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其实上一次以前呢，我曾经跟人家推荐过他，以前有那个达摩，有没有？达摩，中华民国那个大江南北，还有人比他更像达摩的吗？对呀，那个眼睛瞳孔张大，达摩的扮相来的，一遍去。哇，哎呦，你个话嘛，达摩一苇渡江南。对呀，一苇渡江什么？对呀对呀，就是一苇渡江。一苇渡江嘛，很厉害。渡江过来，芦苇踩着对，就过去了，就来了啊，厉害！我们希望你有更精彩的表演，谢谢，好吧，谢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再来是我们杨秀慧小姐，掌声鼓励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谢谢。哇，你这身材是怎么搞的？怎么会这样的？不是我自己搞的，是我爸妈帮我搞的。哎呦，你爸爸，我就不相信你爸爸会有你这样好的身材的女儿。太得出好顺了。啊，你好。我听我老爸讲话，讲叫隔壁老王斗三工的啦。哎呦，啊，你这奥迪出生顺啊！没有，这样厉害。他爸爸是阿 C， 他是吗？哎呦，那是也是我们的前辈。对啊对啊，陈伯正嘛，陈伯正。喂，不是啦，红色点啦，红色点阿 C 啊。喂，对的，坐在这节的，坐起来阿 C 啊。啊，就那个阿 C 啊 ，C 坐不干工。跟那个的老那个拓耍搭档那一个的，哦，是他是啊，相当不错，身材这么好，难道都没有交男朋友吗？岂不是暴殄天物吗？对啊，啊就安尼啦，中华民国2300万同胞哦，这块查甫目睭可能拢去有乌达拉皮的款，这款好血色啊，不要赶紧来喝安尼，就气的呢，大家拢伫厝的趴远安尼啊，就撩的，真的吗？对呀，我们对不对？等一下想办法，我们有几个朋友，他就想跟你交朋友，好吧？有几个老。上恁 Jacky Show 都会交到男朋友哦。哎呦，拉客啊，哎，快进来吼，你哪看人这节目？又来哟，两百个人聊口香糖。不啦，我排队啊，啊，多少号排队的嘞？喂，一人摕一本《战士寿田胜》，你要排队。喂，那对位，这个身材是非常好的，马上交到男朋友。袂歹啦，穿得我吼，真正敢那袂输一代五十四岁欧多吧。拢袂要死。新牛奶推个奶推个袂不熬夜，50块加一个，听袂完。哎呦，背件算叫落家。哎呦，哇赞嘞，哇这个好辛苦嘞，哦，这里安尼啊。我平常讲他们的一些表演啊，都是在自己身上找幽默，一整串这样非常好。两位马上给我们当评审了，好不好？介绍今天我们恰恰红队，好来红队一边去，嘿，红队，嘿，
有中华民国体育运动舞蹈选手协进会啊。我安内迪还有第一位介绍一下李双春先生。李署长有李署长来李署长徛中功能我也卖股甲就一支啊哈。来介绍恁家己，你们这个团体是什么？选手协进会。我们正在选手。好，我们是选手。我是贵友二号对吧？是去校友，卖阿内啦，你请讲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喂，太好，太完屌了，阿内靠省，来再加讲，再来了，盖小，立足丢，来，盖小。我们是那个选手协进会，公拜哦，公拜哦，我们是选手协进会，推广舞蹈，尽量我们选手能够比赛，在国内、国外有好的成绩，有拿过成绩吗？有拿过好成绩？是我还是别人？这大家都有了，都有吗？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啊？亚洲杯的那个亚洲杯体育会哈，亚洲杯啊，对，我们拿到银牌，银牌呀、啊，来，太好了，那咱们就先来了，好不好 ？Tango， 来，欢迎他们两位，辛苦了，好厉害，我一定跳 Tango， 哦，厉害了，来 ，Tango， 恰恰红队 ，Tango。哇，跳得真好！哎呦，哎，哎，规单恰恰倒的啊！会长好哎！哇，跳得真好！哦。而且这位女生一看就知道是民进党。八八，帅哟！我先过来一下哦。哎，看那个盾点，这样子还有这个切克啊，那个就是切克啊。哎哈，红，嘿，切克，切克，非常好。因为海尿不好，我这今天海尿漏掉，不简单哦。过来，一个，我快散步，快散步。Skate，你看，哎，你就说的好像专业，我们根本是个专业嘛。人家以前开舞厅的啊，舞蹈都会啊，真的。台南大歌厅嘛，就做歌仔的。哎呀，做爱嘛，做。哎呀，做爱。我规玻璃拢做爱啦，你来拍电工啊？来这是拢直接拢算五千。对啊，哎，来两位，请准备，一边。啊，是要表演你的空中抓分鸟嘛？无啦，不是。啊，不是。你身体都变魔术了，你学袂讲。啊，我这个角度看，我袂讲讲。燕尾服安尼啊。啊，我收起用我。什么收起用？一架叉车。不是嘞，喂，卖学袂讲。来，好，请准备。发型直逼前霸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这个脚步伐是很厉害的，快三步。哎、欸，你这摆跳个出来，其实两个都拢昏去啊！对啊，因为他知道绕圈圈绕到头昏呐、啊。过来，哇 ，blues 队 ，blues 蓝队 ，blues 又一杯，来七，干，嘿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不错，来，好好介绍一下。哎呦，当第二位六杯啊，这边那个刚刚是有看到拍过广告的，拍那个东森的广告，有没有形象广告啊？是啊 ，T Today， 是你哦 ，Today.com， 就是面你头毛那个哦，哦，面你头毛，你带招来招去啊？你王家婉，王家婉对不对？跟他俩，东森主播，有位记者，怪贝贝啊，怎么样？啊，招的人嘿哦，这头毛点啊，你这个面你头毛，啊，这边陈炳文先生来过啊，吼，那个高美女，秘鲁，秘鲁，捧西。
哦，厉害的啊！彭西先生79岁啊，那个 PK 哈 ，PK PK 哦，阿炳定呢？那个黄小媛小姐啊，黄妈妈，黄妈妈真的是我们的综艺节目，她常来上，保养多好，58岁，你看得出来，真像58年次的，对呀，谢谢谢谢，不错不错，啊，隔壁那叫什么？徐雪啊，哦，谢徐妈妈，徐妈妈，徐妈妈，你唱歌全国第一名。你哪在？你要参加歌唱比赛啊？真的吗？歌唱比赛。哦耶，你们这一团也是很厉害的。冠军呢？啊，最糟糕的是有位89岁的。68岁啦。68岁啦。啊，你嘴那破一空啦。哦，嘿，头一届啦，哦，很多哦，哇，你真正，很多哈，一日拜佛啊，哈，一日拜佛对不？哎，头前那一群乌影闪过，你又背，你又背啊！我见他们这个露营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什么秩序，为什么？哦，小妹棒你直接都夹对下去。因为露营最难控制的，一个是人，每一个是小孩，一个是动物，小孩动物，现在又加入老人，老人年纪大一点他无所谓啦，开心就好。63岁吴怡德先生。啊，旁边个潘秀子来，秀柱啊，秀柱啊，秀柱啊，好，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！啊，够几的蔡叔啊，你是我儿子最崇拜的人啊，真的，哎呀，是你儿子也要生四个小孩吗？不会，大黑伯观念，所以相当不错。两支队现在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一道的比赛了，但是我们听说有两位要唱歌是吧？来，麦古讲起好啊，啊，唱什么歌？盐店区长，盐店区长，我最厉害。你看到，看到，哎，就出来，哎，一百，嘿，盐店区长，从哪人来？嘿，每日吃饭，哎呀，丰足，嘿，过头行，过死啊，过数，难困难替你干，变哪家无？嘿，在哪里？谢谢好，马上来看看他们的第一单元的两位评审老师给我们好好评判一下。我是大嘴巴。首先进行的是我是大嘴巴，每一队派五名代表轮流进行，需猜完5道题目，用唇形读出答案，分3次读出，若无法猜出则进行下一道题目，猜出答案越多者为胜方。我厉害了，嘿嘿，哎，今麦红队哈，啊，题目你加力答案。别量起来只能用嘴型而已哈，怎样好？好不好？谢谢陈盈杰小姐。我个声音就加赶快，你卡碎了，你卡碎了，亚波来我公爷装，好好。好，怎样好？107。好。哦，有没有答案？亚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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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去看戏，我要去看戏啊，哎，又去拜托春南一公要去七头，一公要去七头啊，中央跟他五里而已，你年纪六里了，有没有其他答案？够三，好，来英华，来，我是陈英杰。喂，那是我说的啦，我第二次提示，第二次再说一百个出来，再一百个出来，预备七，好，有没有答案？哦，来，春南吗？过来啊，你过来，一公来家做节目，一公来家做节目，七里啊，都做五里，你还在钓鱼，
挂一根 Mickey Mouse 的领带。哦，太熟。我是白嘉莉。我是白哎。我是白嘉莉呀、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有点接近了。第三次提示开始。哦，春南蛮够答案啦、啊。你过来，过起立。正高北讲。我来这里。我来这里戏里娘嘞。哦，啊来来来来，北车北车。妖怪在这里。妖怪在这里。念出来正确答案。妖怪在这里。哦，妖怪在这里。恭喜答对啦。比跳舞有默契的，哎呐，阿你唔知有默契，对对对，好来第二位，第二位，好来恭喜得一分，春兰嘛，春兰，哇，这个吐槽就搞哎，最厉害，预备，你的题目是这一个哦，预备起，好，有没有答案？七个字，七零，大意，哦哎。我们两个站在这里，好像在主持鬼话连篇。正面看正面，正面，正面的。哇！哇！哇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不会，哇！有答案不？好，我来。太错错笑。你别去都会看戏。你别去都会看戏。错。郭子拜，郭子拜，提示一遍，七。最后一次提示。好，有没有答案？唔知吼，第一页，第一页有无？揭晓正确答案，念出来，共存。亚桃沙丘五星兵。哦，亚桃沙丘五星兵。五星兵，五星兵。哎，这个要清楚的嘛，好吧？好，下一位，来下一位，请看呢，邱佳佳哦。注意哦，好听啊，讲得好啊。来，一百七。啊，讲就讲，头哪里摇，摇难免来看有啦，常常都看无啊，你搁摇。哦，安尼就清楚。真简单，来，来来来，来，诶，错笑，错笑。一鸟翅甲布袋，恭喜答对啦！六点七啊，哎，别拜别拜，别拜别拜，哦，你这这条就简单的啦，做清楚。厉害厉害，好，再来是我们这个 Blues 蓝队，蓝队的蓝队，好，蓝队蓝队，接接的，看下预备七。啊你拢讲讲出来，我小朋友在家里看到画面不要害怕啊、哦，不会不会咬人，他不会咬人哦，不会吃的，我们已经喂饱了哦。再吃一遍，七七是婆婆，啊，请勿拍打玻璃。哎，对了，一遍七。哎哎哎，别用闭啊，别用闭啊，哦，一遍七。我他妈搏斗了。哦，在在在，叫答案，叫答案，来来来，接来接来，嘿，黄妈妈来。吃金动破碗，恭喜答对！谢谢，获得一分。安尼都丢啊！赞赞，我哋这个讲诶，哦，厉害，多厉害啊！来，再来一位，再来一位，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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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啦，郭碧露，郭碧露，就郭子瑜。好，注意哦，你题目，真简单，安尼好，一百七。过。有无？有答案？有答案啦！我来来来来来，来你来。来，秀珠啊，秀珠啊，秀珠啊，来。咱大家今仔日来这看做老者的。嘿嘿嘿，就六百几年。我老我六年咧，你出六百几年。我是大口袋。大口袋，你俩。大摆两大口袋，到底要大摆要出个？你又大口袋，搁一摆，搁一摆，搁一摆。注意看提示哈，注意注意。超零呆，一百七。好，你有变啊？来来来，你有变来来。哇，真有趣味！哇，真有趣味，减一厘。五厘五厘，计到计到到六厘台耶。过去拜，过去拜，最后一拜，好提示一遍，七，慢慢讲。
好，就跟这个太清楚了哈。六字六字，有知无？大家来听唱歌，大家来听唱歌。哎，好，唔知吼，好，揭晓正确答案，预备起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家你，阿你无出声，搁一摆看卖，无出声一边去。你听我要来嗨的啊！好了，掌声鼓励。啊，来，请回座来。啊，哦，个许辉松，非常厉害，好，一边，你的题目真简单。一边。哇，那请假囡仔惊了。哇，囡仔的出林要这个节目，希望有父母亲陪同。对啊。一百七。好，我的潘秀子，潘秀子，我秀住，秀住啊！哎，你是哪里？秀住啊！听一个，我是李丢伯啊，今仔日来家。我鬼爷！前爸，你已经听到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前爸，人家明明就救我，这个我们这个宝贝，你把它弄到倒在地上，我前爸很少会这样耍宝的，对对对，过去拍，好，有答案哟，上面来。过去拍，六百五，哪里？过去拍，我已经提示能力啊嘛，对不对？一边过去拍，一边七。上面，来，请说。你是超级大白东。你眼睛那里，你被冲上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好了，答错，听他讲出来，一遍讲出来。一枝草，一点露。哦，哇。安尼你看，一枝草，一点露。我有甲你骗无？我都无甲你骗啦。好，谢谢掌声鼓励一下。两位评审老师现在马上给我们评判出来，你们两位决定蓝队还是红队比较好？这边是红队哦，啊，这边是蓝队哦。两位评审老师，现在给你们十秒钟做决定，预备，开始。又。啊！又！单，好，好，告诉我们正确答案。好，来，我看这一队，红队获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的机制反应比较好一点。机制反应。啊，这边已经提示到几草一点咯，那么接近。对啊，没有。我伫咧只一支嘴，甲鸡毛卡正来换一下，咁样塞，咁样歪去。啊，真的。我咧看无，我就气个咧。哦，唔来咧讲，鸡屎会怎样？哎呀，嘴甲咧，啊，干爸。宪哥，这边有点感觉，一直在找机会。哦。那我们红队都很本分。所以啊，这边呢、啊，你看人家后面提示到这样，还让我们这个前爸倒在地上。对啊。所以答应谁了？红队暂时领先一分，马上看我们。动头不动手，来。紧接着进行的是动口不动手，有电视墙秀出题目，来宾只能说不能比的方式让队员猜出答案，答对最多者为胜队。杨德门先生来到前面，喂，来啦，乖嘛哦，秀辉啊，来，这里麦克风了，一边，注意哦，题目快出来。第一题 ，Go， 两个字，努力。许顺是什么啦？努力，我跟你讲，不是，迄个人吼，伊吼，因为讲伊真够读书。阿露西啊，你别比，我甲你替你示范一题。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教育家，最伟大的教育家叫做什么？他教了很多弟子。至圣先生，孔子。答对了，第二题就该干了。至圣先生系列就该过来。第二题，菜头带领的那一组叫做什么？菜头有没有？他们有表演啊？这个反串串表演是什么？传我红衣人，红衣人答对，给你，完了。第三题，给你。陈庆麦甲迄咱的副总统吕秀莲、陈桂兰乃一个查甫。赵少博。下一个。亏死了，探狗，掉，下一个。那个金志宏在死的时阵啊，带足多什么物件？什么那个在西安的无？归你。那个沙里，有无？新马，兵马俑。对，下一个。那个沙漠内底，我拢一张一张，啊，帮我手会擦擦哦。
沙漠内底有无？沙漠内底。什么？擦擦，摸落擦擦。哎，绿色。不，沙漠内底。沙漠有无？一种植物啦，植物。有无？天苍蝇。天苍蝇。一只咪种有无？有无？嘿。你啊，脚掌细落去，几啊一个有无？有无？就擦个呀。叫什么？沙漠内底啊。名。好，仙人掌。仙人掌。仙人掌。啊，哦，哎，这摆大家做一公，今天下一题。好，五年吼，这就是会伫水内底安尼，咱咧食诶，对，一种，猜字让他猜，第四个字，这是上面，五叶上面，五叶香什么？香鱼。哎，文，五香鱼，这字是文。这是四字文呐吼。国宝鱼。什么文？第五字有无？迄个币币的倒摆是啥物？币的倒摆是啥物？龟啊！龟啊！公公义龟是啥物？龟龟龟鱼啊！龟什么什么？樱花龟鱼？龟鱼啊！樱花公龟鱼啊！啊！这出出上面，上面都七百一本钱。樱花龟公龟鱼。樱花公文鲑鱼哦，啊！这老弟呀，叫你国弟，你那国弟。樱花公文鲑鱼。樱花公文鲑鱼，答对了，来下一个，给你。我跟你讲哦，迄细汉的时阵，你若无煮一种虾，大大的满面生干，安尼一粒一粒，啊咩啊吼，你若用无好坐，坑坑巴巴坐，变到地球表面了吼。麻疹。唔是唔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天花。啊对。天花，答对了。九八，时间到。七，好，时间到了。我总共答对几题？我六题啊，六题哦，你蛮不错的呢。又两题，还好前面是我帮你啊。对呀，你那个 tempo 要出来，他们就没，好吧？欢迎我们的蓝队。咦，哇，厉害！注意，好。不是，伊别样讲台语，你叫讲台语的。伊敢讲台语的，拢会使啦，拢会通啦。好，请准备了啊！哎呦哈，大家注意，好，好，题目要出来了。预备备，第一题开始。和尚，和尚，和尚，和尚用的，和尚用的啦。哦，和尚用的哦。啊，和尚用的能力啦。鲍鱼，鲍鱼。什么虫啊？啊，鲍鱼，鲍鱼，答对，答对。啊，可以啊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厘，三厘，看好哦，三厘哦。这人吼是世界上有名的，汽车边啊，迄叫啥？汽车叫，engine，边啊啦，要车链，车链啦，啊，车链哦，车链哦，啊，你有做啥物？啊，你讲，take care 啊，车链 take care， 你讲什么？车链，这个人是阿多瓦雷西熊有名的，拿什么？拿破仑，哦，厉害，来，好，这边好。这个嘛是三个字，哈，三个字哈，最近哈，订婚那年，对不？订婚那年，伊本身呢是一个医生，三个字，跟讲，讲唔知哦。哦，这什么？东东因早起因未在因。加赛，三个字的名爱讲啥？总统的查某囝，陈世信，不是啦，总统的囝仔啦，总统的囝仔啦，啊，叫什么？钱德龙是啊，丢，哦，伊是差不多六七十年以前有啊，对不？差不多哈，伊是虾米天下个救护。我只说人家叫天，不是啦，我只说人家叫好做人间四月天气的男主角，人间四月天气的男主角。你查某朋友哈，姓陆啦，叫嘿小曼。啊，哎呀，帕巴丘，拿过，好对对。哦，哎，哦，搞啊，三个拢啊，互你钱，叫做啥？主播，对，什么主播？是我，哦，是你，厉害，哦，厉害，能力啊，光我，能力啊，哦，打瞌睡。能力呢？打瞌睡的沙丁能，这上面动作你最快。有一个老师给你逼逼，你就困去啊，有无？这有做啥？催眠，答对哦。哦，这个好友，三力啊。这什么？尾巴，尾巴，嘿，五百六，五，
不是你是一只动物，一只动物。小动物。哦喂。三二一。乌鹊搞无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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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你看这个，我你看这个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好，现在两队已经表演完毕了，两位评审老师，你们研究一下哪一队是比较好的，分数就比较给他比较高，好吧？两位老师，请研究开始。好的，时间到，两位啊，给我们一个正确答案。哦，反应。我们蓝队真的不错哦，那对耶，恭喜蓝队获胜！耶、yeah ！啊，你讲，啊，你们的一比一啊，就对啊啦，厉害了，一比一平手，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下一单元花戏舞台哟。最后进行的是换新舞台，两队派出代表以接句的方式唱完一首歌，由主持人点出接句者，以演唱字句错误少者为胜队。带来这一首是那个采槟榔，好好好加油了，好。高高的树上，水仙。哦哦。想打伤我的心扉，低头又淡淡，低头又想呀，他们他又装，谁能比他强？小妹妹的。回收了一摆好。对对对。嘿，水上爬上我的双双。巴拉巴巴巴嘿，少年啊，太平啊，小妹妹你哪里走啊？谁能比他强？干嘛能叫声我的狼呀？青山高呀，流水长，还要比他呀？灰鸟儿在叫，叫我赶快回家乡。掌声鼓励！哎喂，你无咧？啊！你喺妈妈喺表姐，你过来比起来。阿波爷，妈妈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头头你妈妈。哦，你才怪乎呢，这直直唱哦。嘿。啊，间奏才轮到他。哎呀，哎，怎么他啊？我不错，我唱的没办，唱的没办。啊，对呀，笑死我！啊，你笑到整个头都变红。我觉得，真的啦，来来来来，真的啦，来来。哇，下一组，来哦，一支小号船，英文叫做 A Little Umbrella， 那我看上阿不的没有噻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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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嘿。叫过我，
唱，你啊啦，唱落啦。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要过来，过来照顾我。哎，等下，你唱什么？你有病啊！我叫你，你爱，听你讲我。来，吴义德先生。山顶也着一支小雨伞。雨愈大，啊，甲淡薄薄心情也快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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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情也较快活，心情也快活。心情也快活，我看你唱个东西啊。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，心情也快活。嘿，心情也快活。哎，你有咩来？心情也快活。咱两人，嘿，决定要做一支小雨伞。咱两个，咱就无记着，袂用去唱，袂用去唱。雨愈大，啊，甲当讲无心情也快活。好，你有变来啊？咱两个。停！乐队叫你停，你不停哦。停！吼，唱歌我都唱到恁爸起鸡毛皮，真正太牛的。但是他都爱歌词怪怪哦，唱唔熟的哦。都是什么所在？哎呀，你哎，我来唱下。哒哒哒，我鼓励你来照顾我。你唱怪怪哦。那什么？你给我唱一个。我来照顾你，你来哄我，你来哄我。哇哇哇！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安尼哦，安尼真叫恐怖。你教我啦。安尼哦，安尼两个拢查甫甲发多啦吼。好，系啊系啊。我来照顾你啦，你来照顾我。好了，别拜别拜，两位评审老师，啊，一支小雨伞，敢若一支小来。这位太太，这位新主播，来，好，来两位。这个，我想呢，应该给他们点时间来决定。你先讲，你先讲。我感觉两队是拢袂歹，两队都不错。系啊，因为两队咧唱歌拢敢若袂输早人的艺术安尼，正经三工退后五工。哎呦，有时正经，有时退后安尼吼。拢无啥会准，无我都猜对猜十个准。办袂准啦。哎，啊，但是吼，我咧感觉你的前爸跟我的讨论的结果吼，蓝队吼又比较理想一点啦。哦，是啦，你有病，我讲一句话，你唔通甲我拍。你教，你先爱甲回信的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放心。安尼好吼，但两队的分数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到底是我们的蓝队还是红队可以获胜呢？请决定，来两位。前霸奖，前霸德高望重。这个啊，有这个我们红队啊，他们的舞啊，跳的舞实在是很专业。哎，对，哦、是我们蓝队。歌喉，尤其是徐雪小姐，唱得真好，真是好。那吴先生有点紧张，后面的本色也流露出来。是，那黄小姐也是好。啊，你有别卖贡献了。对，我是感觉蓝队还是不错的。所以呢，真正获胜的是蓝队。蓝队，恭喜！瑕不掩瑜，所以他们还是获得了胜利，所以马上可以来拿奖金，老人年金哟。啊，点着一粒五十块啦，再剩下一颗五十块，好不好？奖金老人年金，预备起，好，开始。哦，
啊念无条哦，念无条，念无条是无路用哦。莫开面，莫开面，后面后面转转身转身，转过来转过来，我转过来转过来。哦，来来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恭喜获得2800元的奖金。好，也谢谢两位我们的来宾，谢谢钱登曼先生、杨秀慧小姐。谢谢。休息一下，继续回到我们的 Jackie Show。我被你他妈谁样调啊？别样嘞，谢谢。